洛江镇公所伫洛江公会堂头前个广场举办2023洛江四季服写脑端阳系列活动，现场在地伫是美食真地，设置古代香料铺，准备传统香喷，和民众 DIY。另外，伫文武庙规划项艺术串等所在，也规划真济精彩活动，邀请游客做伙来体验写脑端阳个欢乐时光。国历节连续假期，洛江镇公所办理2023洛江四季服写脑端阳系列活动，伫洛江公会堂头前广场设置在地美食真地古代香料铺顶，伫是单位，予游客体验在地独特个国际文化。他喜欢玩，什么能玩的都会让他玩。这回咱公所甲管建户共同来合办渡港庆端阳，公所办了下闹端阳的系列活动，会当讲鹿港这两天非常的热闹，啊，进来很多的哈观光客，啊，搁咱在地乡亲，大家拢来这过节。现场那么办了啊，真热真地往蚵仔来真热地往菜来真热地。能够依着发送来参与的今仔所有在乡亲好朋友，啊，佮来咱洛江旅游的好朋友，那能够呈现咱在地美食的一个文化，尤其咱洛江真侪文化底蕴，伊拢透过活动来呈现，互来到佚佗，知讲咱洛江的底蕴的一个深厚。洛江镇长柯志宏指出，洛江有丰富的传统文化，希望透过各项活动来呈现宣传，吸引游客来洛江佚佗，创造在地经济。除了伫公会堂以外，伫文武庙有现代甲传统的铜碗旋转木马水上活动等，会当来想起真侪古早时阵的佚佗物仔，也是会当去桂花巷艺术村，近距离甲洛江在地工艺师来接触，邀请各地游客做伙到洛江体验真有在地特色的端午文化。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洛江采访报道。